应该感谢我，要不是我，你连来这儿拍电影的机会都没有，更别谈在什么汉下市立足了。这种在大城市里出人头地的机会，不是所有人都有的。你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现在就想知道，凭什么我拍的电影里没有我的名字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公司代理你的著作权，是在帮你承担风险。签下他，立刻就能拿到30000块。新房的首付说不定就凑齐了。所以你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抢走了我的著作权，没有著作权我该拿的钱就被你拿走了，你觉得我能服气吗？你就不怕我告你吗？你大可起诉啊，这种情况公司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应对，希望到时候你不会后悔今天没有签这个字儿。劝你还是签了吧，你赚的钱少还不是你自己不够努力，你自己不够努力，你觉得这个城市还需要你吗？那就是老板家的千金，咱们只要把他绑了，就能要回我的著作权了。啊，还有你的冒险，就凭一张照片，你就能判断他是老板的千金，你也是真的牛皮。爱信不信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抱怨老板的时候那么起劲儿，现在机会来了，你又不干了。桌上那不是武德的女儿，还能你老看你爱吃你就吃，只要我们把她抓住了，不是就能打消她一笔。大哥，再给我2天时间，你们的钱我肯定还。我俩是你爸公司的员工，你爸他为了多捞钱，套走了我们的著作权。现在，你人我们也绑了，这事儿不解决，你是走不了了。爸爸？什么爸爸？哪个爸爸呀？哪个爸爸？你还能有几个爸爸不成？这些都是我爸爸。
不对，如果你不是伍德的女儿，那我在他的桌上看见了你的照片，这你怎么解释？他呀，他就是个老色鬼。我之前去他公司面试过模特，后来他就一直想要包养我。抱歉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没看到我手机短信呀？我之前借一个爸爸的钱去还另一个爸爸，现在就因为被你们扣在这一天，爸爸们恐怕就要上门要钱了。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啊。你去道歉就完事了。你爱走走，不走拉倒。你他妈有病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忧愁？昨天是节日，今天是节日，明天又是节日。哎，我上哪摸这么多钱给他买礼物啊？快来用草背啊！凭借身份证、信用卡，最高可结20万元，万元日利息低至1块。眼前的这些苟且降低了你的生活质量。哥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，家里还欠着外债，拿不到钱我回不去的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但是绑架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了。你们看这个，怎么又是视频啊？我刚才不是都说了，我们又没有什么经纪公司做宣发，没有流量的。可是你看这个播放量有点东西啊。就这种视频凭什么能火？你用脚趾都想不出来吗？确实。哎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点可惜啊。哎，有个镜头没拍到，有点可惜，要不我们补一下。那你们俩过来看看。哇操，牛逼啊哥，弄得跟真的一模一样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老司机啊，平时没少看片子吧？古人云，看破不说破，还是好朋友。这些都是我从各种网站上搜集的暴露特写，咱们只要把它加进我们之前拍的素材里，做好调色和剪辑，就完全可以糊弄过去了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牛逼。可是我们被举报了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
知道，要是真被人举报了，咱们就把直播间关了吧。那就这样吧。评论区好热闹啊，居然没人报警哎。哎，钱打进来了，打进来了。哎，钱打进来了。知道吗？观众的要求越来越奇怪了。我尽量呗。哟，于导，你成国宝嘞！你这黑眼圈不错啊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钱还完了，我们手里剩下的钱啊，可以好好出去玩一玩了。试试呗。这玩意儿要是中了，就不用拍小视频了。哼，岂止是不用拍小视频了？要是真中奖了，我就能把爸爸们一脚踹掉了。哎，哥，这个玩意儿要是中了，你以后想干嘛呀？有钱了？我想拍电影，就战争片，中途岛海战那种，飞机围着航母炸的那种。厉害。行了，别拍了，之前拍的还不够多吗？你知道，比起真正的那种，我们已经收敛很多了。是的，就算真的被抓起来，我们也不会涉黄的，最多是诈骗。诈骗可还行。
怎么办啊，遇到？聊什么呢，你俩？自己看。直播间关了吧，干点别的。绝对不行。哦，钱都给他捞走了，我的呢？不是，你要干嘛？我的钱就不是钱了是吗？赚的钱少，还不是你自己不够努力。大哥，再给我两天时间，你们的钱我肯定还。家里还欠着外债，能够欠我回不去。你该得的钱，一分不少，我都会给你。我不管了，你自己干吧，我看着就行。听不懂吗？我接下来该去哪个城市？那到了那儿一定要先买张彩票。哎，对，咱们上次的三张彩票有中奖的吗？没有，怎么会中啊？行，那等我到了那儿一定去先买张彩票。遇到，那我走了。
好，再见。走了，玉导。